有什么酷炫的店呢？哎呦，是弹珠汽水吗？这不是弹珠汽水。那为什么他说他不是弹珠汽水？对，要不然他说到底是什么？它是梅子蜜梅气泡酒。好啊，你看他看的，对，这么酷炫哦。比较大杯，我们三个人喝就好了。哦，你们要三个人喝，不然浪费那么多纸杯。啊啊啊！对，这个是有酒类的，对，算酒。对对，你看，它是算酒。哦，你看你哦，气泡美酒，就是美酒啊，气泡美酒就是美酒。好，不要再倒了，不浪费纸杯，谢谢。这是漱口水。